啊其实我们这次入围的这一出剧呢，《白马风云前传：茶山风云》哦，《茶山风魂》是我们昆江老师廖昆章廖老师，他说他生前留下给台北幕前最后的一份礼物。那可以用这一出戏又入围了这次的这个奖项，对我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非常的感到荣幸这样。其实这个阿吞这个角色啊，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角色，因为其实，我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呢，就把阿吞想成是我自己，就是我在学戏的过程中，那也遇到了非常多对我很好的老师，那也非常愿意教导我跟指导我啊，所以我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就感觉这阿吞那也跟他喜欢感觉这种感觉啊呢。